大家好，这集视频我会示范如何在抖音下载视频，这个方法是无需通过第三方软件或网站的。首先先打开抖音，然后找到你要下载的视频，比如说我要下载这个视频，你只需要点击转发键，然后你会看到保存本地的选项，如果视频上传者不允许下载，这个选项就会变成灰色，无法使用。点击过后，立马就会开始下载视频了。完成下载后，会保存到手机相册，点击去相册查看，选择相册，这个就是了。下载的视频左上方会附有视频上传者的抖音账号，然后视频完毕的时候，也同样会有抖音及上传者的账号显示，就像这样。OK， 方法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想下载不要附有水印的视频，大家可以参考我先前的视频，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的下方。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，喜欢这类型视频，记得订阅给赞哦。